我还唱到什么呢？唱到三温暖。三温暖，我们酒三温暖怎么唱？以前在那个叫做环牙百货，没有，又没唱过的。以前叫环牙百货，现在也有一段时间改名叫某某百货，现在又不要改名了。在十一楼的凯撒，凯撒三温暖，这叫王朝。对，有王朝。刚开幕的时候，那黑龙扎波的三温暖嘛，啊三温暖，大家辛苦了，洗好不？哦，摸一个白色的那个浴袍。啊，不是有一间那个就是好像那休息室，休息室可以让你看电视的。哦，就在那里作秀。啊，你们捆埋晒，然后呢，那个椅子可以推下去嘛？啊，有的睡到那个脚都开开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在舞台上造船，对，舞台上然后唱歌嘛，这是一条青，哎呦。我一看，啊，当一晚是甜不啦，啊是大肠，啊是高赛，啊那歌词还记得，完啦，歌词还记得，啊唱完啦，那就一直唱，一直想到来想，嘿我嘛唱过，咩啊个安怎，哎哎，黑龙唱下，黑龙唱下歌，赶快呐，这些你和我，哎呀，爱的玫瑰，我杀掉，你们给我给我，对啊，你唱上掉一条呢，唱到后来卖药团。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很好笑。所以为什么我会那么会卖药？我讲卡萨没有啊，那出来唱歌嘛，唱唱了啊。来，今麦刚上有无给你介绍这里吼？啊，一个人俩一招标，五双标，两招牌高保证高收。那个客人很厉害啦，对，客人很厉害哦，知道你要卖药了哦，他就要走了。阿伯，该去提衣啊嘛，爱得要走。我爱小弟了，唔通走。今仔日无收到重资，阮当人啊唱的是个肉弹，肉弹是什么？肉蛋，脱衣舞的，一个肉弹。我你讲，一边30公斤，两边倒起60公斤，对面的火烧厝三台炮火车来炮的是一，你话炮开，处处规排拢是。你讲挂厉害，唔通走哦。来，我就来邀请这艾梦兰小姐。艾梦兰，有无有？啊，今麦吼，阿伯听到有要脱衣舞哦，哦，伊也听。过来，就回来了。我来，啊人你讲吼。哦，这个人叫排保证可是话咩啊？食有人讲吼食百事的，有人讲吼啊，哎，啊，跟你讲，别过来走啊，别过来走啊，别过来走，哎，莫走，这爱梦兰准备好啊，我等来，你即摆来考蛮好势啊，你即摆来考程度并不是要出啊，也咪来讲哎，请你看麦，请你看麦，阮的故乡真正美丽，喂喂，哎，来人来，我邀请几位。艾梦兰先生，阿老兰讲这款药啊，还是没出来，还是没出来，那你开几千门开上吧，走，所以卖到后来，我又卖成了，其实没有那个艾梦兰，没那个人呐，根本就没有，这样不会被打，不会被攻击的了，没，其实哦，较早人就淳朴诶，无较早不会较实在啦，老实啦。人在上面丢拢，要不然会被打。那为什么我们餐厅秀、歌厅秀，还有庙会、什么工地秀会没落？因为我跟你讲，都是一招半式闯江湖，都一套都招规个转台湾。而且他刚才没讲完，但是后来他就卖，终于有人说啊，后来你讲干嘞，我你讲那伊讲哎，免乎你开600，免乎你开，我也开偌济300，多要买尔吼，迄一挂高筋啊苦的呀。今晚卖咩哦？等下卖50哦。天天在那里干。对啊，讲到已经都会卖了。龙查理教的口语。啊，以前哦，都是一个一，比如说我唱三首歌嘛，我就可以从台北头跑到那个屏东尾了嘛，都唱这一首歌嘛。就问嘞，在就问牛肉肠吼。有啊。牛肉肠你也唱了？哎呦，牛肉肠我你讲，你嘛是爱情吗？牛肉肠我们很重要嘞。是小姐没有吧？他没有啦，好像郭美姐应该没有。我就是后来就牛肉厂会，因为警察会被抓嘛，然后就会抓。警察会被抓什么？被警察在里面看是不是？警察被抓走了800多个，一清专案的款。像以前哦，牛肉厂哦，有个机关呐，牛肉厂只有我们表演的人看到那个舞台上面有一趴红色小灯哦。如果台上的人看得到，台上人看得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卖票口在一楼嘛，歌厅在二楼嘛，所以有个缓冲期。我那看了红灯多的，怎样讲啊？贼头要来抄啊啦！贼头就是警察，要来抄啊！即摆来看到啊，有诶搁推推，有诶少年家囡仔唔知头一摆出来团，你听无？啊，他们都会穿一个斗篷嘛，啊，即摆就跪在这边。啊，你看下骹诶人客哦，即摆伊若伫咧中，啊，大家拢坐定定。伊即摆来，请你看卖，啊，敢那海燕哦，头壳大家拢安尼，往这边。啊，即摆来，啊，请你看卖，啊，下骹人都衣服就掀开了。对，即摆看到讲啊，见。
后台讲红灯到啊，我都爱出去唱，中国一直唱，中国一直唱，民族英雄是泰国歌曲，中国一直唱，中国一直唱，哎，他们就要唱好斗伴舞啊，斗篷要赶快合起来，其实他里面都没有穿呢、啊，所以每一个有每个不同的文化。